今天呢天气非常好，有一点东北风，非常非常舒服。我最近呢看了两个视频，非常有兴趣。这两个视频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有机会自己继续看看。所以呢，我就有一点感悟，我就写了特别拍今天这个视频与大家分享。第一，我首先有几点我要想说明的。我只是普通小市民，我不是什么专业的佛教人士，所以没有资格在这里说教。还有呢，另外一点呢，我对那个李志成大李志成教授呢非常敬重的，因为他从科学家的角度，用一个严格科研的精神和态度去探索另一个方面的资料，至于对与不对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他精神可嘉。还有另外一点呢，这个就是英国的 Brian Jefferson， 他是1973年拿到那个诺贝尔奖的，他也是得奖以后呢，也是研究那个，也是研究这一方面的事情，非常有趣，所以我就把它也登出来与大家分享。毕竟他是拿到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，也是研究对这个自然啊、神明啊那方面的思想的大概这方面吧，就还有兴趣，所以我就也登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第一呢，这个很多文字呢，我就先把它拍下来啊，有兴趣的读者呢，大自己去慢慢去看啊。主要是说，我这一段文字呢，就是以那个李祖先生的意思，大概就是说，那基文就是说，我们均以这里可以看见呢。这本书，这个记文是从这本书取出来的，这个是最后一页，这个作者呢，是李祖先生的弟子来的，所以我就应该很权威的，所以李祖先生说，答复他个弟子之问呢，他说，君以凡界而欲结天与圣之秘文。遥不可足哉，啊！所以呢，还有呢，我们想知道呢，好像叫“次货不知宇宙之雷同与迥异”啊，所以，这个是李祖先生说的。另外一点呢，为什么我会引用那个李祖先生呢？因为这个李教授呢，在这个视频呢，抛出很多很多那个佛教的，专用名词，还有在这里呢，在这个视频呢，他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，终于悟通了什么什么东西。但是从那个李祖先生来讲啊，这个李祖先生的记文来讲，那个是差远了。因为要是有大家有看那个李小龙的，好像是郭江龙那个电影吧。有一个场景，就是说很多的不同的高手呢，在拳打脚踢的把木板打断，轮到李小龙上场的时候，他就说 board won't hit back， 就是说那个木板不会回答你嘛，不会回击你的嘛，你没乱打了。所以我就感悟很大。那这个李教授呢，在这一个视频呢，抛出很多很多专业那个佛教名词有什么什么，特别是第八师、阿拉耶师，所以我就在引用那个这本书呢，是观世音因果命成定论，是观世音菩萨主著的，网上可以下传免费的，是讲那个因果呢是最权威的了啊，我就把它这个录下来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放大啊。
我讲我对于那个英国啊什么比较阿拉耶斯在这里也是那、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讲的，提到在这本书提到阿拉耶斯的啊，大家可以在你自己的电脑放大来看啊。这个呢，哦，我放的紧一点了啊。这个是我从网上那个学佛网找到的，解释那个啊第八世阿拉耶斯，就是那这个就是文字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打这个学佛网，打那个阿拉耶斯就可以找到的了啊。后来呢，我就有兴趣呢，昨天就写了一首打油诗，我说探索神明永不迟，科研误导笑偏离，先是将是经人语，吃货安知宇宙奇啊。所以我就感悟很大，因为李教授说他花了一年时间就悟通什么什么很多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从那个刚才我说的吕祖先师那个解释呢，根本是差得远。还有呢，因为我想引用那个吕祖先师这一段记文，我恐怕有所冒犯，所以呢，昨天晚上呢，我就重新占了一卦，叩问吕祖先师福允否，我可以不可以用他这一段文字做学术上的研究？结果呢，得卦就得到善者损至三天大出虚，所以有朋友有兴趣的，可以了解自己知道 ，OK 啊、因为今天呢，怎么说呢？那个风很大，东北风很大，不好拍。还有呢，这一句这个 Brian Jefferson 那个他个网站呢，他就提到一句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nullius in verba， 这个是拉丁文，就是说不随他人之言。简单说呢，就是说自己应该有独立的看法，不要只是听人家怎么说怎么说啊，就做实，这大概这个是这个意思吧。所以呢，我就非常感触很大啊，所以我就特别拍了这个视频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我这个标题就是说法大无边，就是我的YouTube 系统的名称，分享修行分享一，这个就是我是想分享修行的第一篇。我的修行是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，我是普通小市民，不是出家人，也不是什么专家啊，所以没有资格是说教。但是呢，从我个人来讲呢，我三年前2015年冬天元首有缘德闻佛法开悟了，我就马上修行供奉那个地藏王。所以呢，到现在呢还不到三年啊，我已经先后见过菩萨显灵，今年人日观音显灵，还有呢9月13号傍晚又见到那个地藏王显灵。至于我个人方面呢，有修行的朋友都知道了，会有很多感应的啊，但是那些感应呢，我不能够拿出来，因为只是自己的感受嘛，没有什么证据不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。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考量的话呢，为什么我短短三年时间就有这个书生的眷顾呢？神明给我这个待遇呢？所以我猜想一定是因为我修行也是很认真的，也许是神明给我一种鼓励吧，支持我吧。所以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说我应该把我所能够拿出来的资料呢，与有其他的有缘人大德修行的大家分享，可能是这个意思吧。所以我就是本着这个意思来大家与大家分享的，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怎么
那个法师啊，专业人士非也，我只是普通小市民。我刚才说了，所以我就感悟到，可能是要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啊，希望大家喜欢吧。还有另外一点呢，要是有网友呢，认识那个李教授的话呢，欢迎他，李教授也看看我这个视频，特别看看吕祖先师的降世，还有观世音菩萨讲那个阿赖耶识。那因为阿赖耶识虽然观音菩萨没有怎么样详细的解析，但是呢他也提到那个阿赖耶识。还有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说从这个视频呢，那个李教授呢讲了整个视频从来没有提到那个菩萨为因众生为果，就是说换言之他没有提到那个因果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所以呢我就特别赶今天天气好，我就把它拍下来与有缘人分享吧。好，谢谢大家欣赏，这个是我第一集，我有空的话我会再整理我所有可以与大家分享的资料，再拍不同的内容的视频与大家分享，主要是关于那个修行方面的啊。谢谢大家欣赏，现在已经风很大了啊。